大家好，乡下有很多花友都拥有各种绿植啊，它生长啊开花的是比较好看。那么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，有些花友把这个盆朵换出来直接给扔掉了，就是说它不能再要了，因为里面含有各种病菌或者是细菌，还有没有营养的价值的，所以就直接给扔掉了。所以啊，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。那么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是，这个换出来这个盆朵啊，其实还可以再次利用的。那么怎样个再次利用法呢？就是换出来之后啊，往里面加一点多菌灵浸泡均匀啊，就是混泡均匀之后啊，给它适当的暴晒，暴晒之后，其实啊还是可以再次利用的。这样呢，你就可以啊很好的利用了。同时啊，它也可以把里面的细菌啊通通给杀掉，这样呢它就没有啊细菌的成分在里面了。啊，就可以再次利用这个啊盆土了。所以啊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换出的盆土就是不要扔掉了，可以再次利用的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